国防部军备局大福兵器场呢，二十下晡传出刺射一粒榴弹时阵，伊无爆炸，而且找无，就随请警方封锁刺射地点附近的卡达车道，开始直直敲锤。到暗时时阵，总算是找到啊。但那是针对着这阵的事故呢，国防部暂时无回应。另外，所有的两德造船厂二时也发生公安事故，至少有三名外籍义工受伤。天色渐渐暗落来，从位海边的卡达车道发现现场封锁大湖管制区，火炮即是即平中二乡国防部军备局大福兵器场，以及下晡传出试射一粒40公里榴弹的时阵，未爆了后判决，马上请警方封锁试射地点附近的卡达车道来找找，伫暗时找到搁即平处理定数。第二时，各等现场卡达车道依然有封锁线。另外，被爆弹的代志暂时无法度提到国防部回应。地方表示，大湖兵器场被爆弹的问题困扰当地近几年，希望各军谨慎处理。他知道这个炮没有爆炸，啊，都要相关单位去搜寻。这点呢，敬请国防部的呀，苏炮厂的，爱积极的。如果发现微炮弹的，哦，一定要去搜寻。另外，所有两座造船厂也传出公安事故，消防员将外籍义工赶去救护车送去，因为三名外籍义工在船舱困残，因为抽风机故障出火，致使可燃性气体烧起来被烫伤。对，7:02到03:00之间发生。啊哈。我们7:09有通联记录，就已经通知了那个。19救护车是。造船厂表示，意外在暗时7:02发生，现场人员到昏倒，卡119由救护车送去劳动迫害甲圣母病院，绝对无经过通报，后续会配合治安署的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